我们现在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P4 的修改档案的名称，还有什么那个尺寸。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数位照片，第一个那个名称，老师知道那个名称怎么设定吗？原则上都是 P 开头，或者是 IMG 开头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可以让它重新计算，可是它就是一个数字这样子跑。有的会照日期，时间，那有的没有，有的就是一个序号这样一直轮下来。可是你可能要这样要看不容易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来这边，好，你可以找到我们 PhotoCap 里面的右上角 P4 功能 ，P4 变更档名的部分。那当然，这个其实这个功能不只局限在一定是照片哦，有些时候可能我是文件档有没有，也可以用。好，当然。有其他软体也可以专门做档案名称修正的，都有哈。那它还不错，你可以从这边载入哈，我们找一下你要的档案。像我们在这里的话，好像我们在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有那个有一些那个 P4 功能的档案哦，我有放进来。像这边就是像这样连续的，有没有？好，我就把它全部选起来好了哈。好，载进来。那么这边的话呢，你可以选择。我要重新命名，是要按照什么？按照你的拍照的日期啊！你看点了之后，你注意一下这个的右手边，它会马上秀给你看，有没有看到新的档名？对不对？你就知道说我的日期哈，2007年什么时候什么早上7:16:33拍的，这样就很清楚，好，就很清楚哈。那在这边呢，你也可以前面像我刚刚是因为前面有加一个开头文字啦，它马上都会。直接显示给你看，哎，这是一个。那如果说你想要用自己指定的流水号，也可以。比如说我是像这样，它就变成01020003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从一开始，然后呢，每次加一，它的号码是三位数的。这样应该都很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也可以自己看这样取代的还是怎么样去指定哈。如果你前面一定要加个字，你就可以在前面加一个开头的字。那这样子呢，假设我用这样子按开始变更，是很抱歉，因为改档没很快，来不及喝咖啡，一下就好了，好，这样就完成了，所以这个很快。那么如果你是改尺寸，就要一点点时间，那使用方法也是跟刚刚都一样。你看刚刚改完了，我把它全部载进来，全部载进来，你可以发现说，哎，其实我的照片事实上是大概，请问这样是几百万像素的？这样，我们一般数位相机的那个像素怎么算出来？就是长乘以宽，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是大概600万像素，对不对？哎，其实600万像素真的就蛮大的，哦，所以如果说您要放在网页上或网络相簿的，假设你不以后就确定我不要印出来了，因为缩小就印不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小于那个200万呢，啊？那请问，我先问一下大家，请问？如果您要在荧幕上呈现的话，大概多大比较好？你就算上传这么大张，也没有人的荧幕解析度这么高的，很少，对不对？除非他们家是平常就看那种电视墙，监视画面才会有的嘛，不然很少有家里面有那么高解析度的啊。所以其实一般来说，您可以看一下哦，我拿尺量给你看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般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网络上面，我们能够看到的图片尺寸，从这边你看到这里，有没有发现这边是500，对不对？500差不多这么大，以我下面这张图来讲，是不是差不多700，对不对？700就已经占了什么？差不多你荧幕的3/4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知道800。应该就算蛮大张的。一般来讲，我们大部分在网页上呈现的图片哦，就是说一般性的大概500到800像素宽度，高度那就看你哦，因为每个人不一样。但是宽度来讲，大概500到800应该就够。一个原则，尽量不要出现卷轴，对不对？水平卷轴出现的话，我们是不是看网页会变得比较不好看？垂直大部分大家比较能够接受嘛。好，好，所以这样实际量一次，你会比较清楚说。大概那所以呢，
我们把刚刚的这个，我们就告诉他，他只有三个步骤就可以完成哦。第一个，要不要改变影像格式？如果你不要，就告诉他我要原来的，这里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呢？他要问你，你要变成多大？那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横拍，有的时候是直拍。如果你要指定，像我刚刚指定就是指定宽嘛，好，所以我可以固定我的宽度，好，都是多少？800，这样就够了。我只要用800的，好，800。那么这个时候他会马上算给你看，右手边有没有新的尺寸，马上就算给你看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如果你确定没问题，最后他就问你，哎，请问你输出的时候要放到哪里？那因为这个会改变原始档案，所以他会问你说，哎，你是要放到你指定的目录，还是要跟原来的目录一样？假设你放在原来目录里面的话，他不会把你原来档案盖掉，他会在后面什么？你看这个是不是001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它的后面，新的档名叫做，哇，这里有没有后面001加上一个001？等于说，假设你放在同一个目录的话，它不会把你档案真正盖掉，因为这样比较危险。好，这个是你参考一下。那么你如果这样做之后呢，它就要一点点时间了，不像刚刚改档名就是那么快。好，这个是。在这边先跟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P4 改档名跟这个 P4 变更它的尺寸。那改档名部分，记得它不局限在什么，一定是影像的档案，文件的其实也可以这样用。